沙头角山举、新界大东北之紫禁城禁区西行马拉松进步路程二十 K 挑机日期为2021年12月25日，星期六下午1430 PM 至1600 PM 由起点丹水坑村沙头角公路，途经来洞、军地、粉岭联合墟、上水北区公园、粉岭青、粉岭的铁站，全程半马二十 K。坡地与沙头角公路在龙月头分段之黄者速度去8K 近 9K。 这次冬季圣诞节假期在沙头角公路发现少了很多重型车往来，马拉松进步比巴士运行多了40分径，不过沿途可以饱览各条乡村古色古香美景，红花岭、红花寨、麻雀岭三大主流山脉，气势磅礴，空气清新，途人很少，非常宁静环境，我相信比坐在旅游巴士观光更为贴地和得意。到现在23条乡村名字我都牢牢记上。
坐在巴士东行，由粉岭的铁站至沙头角边境检查站要50分钟，这段路程平均均有23个巴士站要停和上落客，巴士的时速约计算约为每小时14K，所以都是很慢速度到达目的地。这段路程向西行，有奔向回家的开心感觉。比起上次2021年年初在1月份向东奔跑去沙头角路景方向路程为10K，当时速度为5.8K，两者比较，这次跑得更为爽快，破地狱神速8K回航，历时1.5小时，等于90分钟时间。完成沙头角公路尽头远足西行马拉松12K 距离。North District Park 上水北区公园。
这次冬季圣诞节假期在沙头角公路发现少了很多重型车往来，马拉松进步比巴士运行多了40分钟，不过沿途可以饱览各条乡村古色古香美景，红花岭、红花寨、麻雀岭三大主流山脉，气势磅礴，空气清新，途人很少，非常宁静环境，我相信比坐在旅游巴士观光更为贴地和得意。到现在23条乡村名字我都牢牢记上。坐在巴士东行，由粉岭的铁站至沙头角边境检查站要50分钟，这段路程平均均有23个巴士站要停和上落客，巴士的时速约计算约为每小时14K，所以都是很慢速度到达目的地。会いたくて